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家己关的消息。今年寒假已经有完严阵，广东中粮在娱乐营的开始十分重视学童的安全，因此特别到管理餐厅场视察寒假娱乐营学习的孩童，针对新冠肺炎的防疫状况。因为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也未缓和，馆长汪忠良非常关心防疫情形，因此特别由教育代理处长李美华陪同到馆立电竞场视察，直接门口马上量测体温，并且在馆长的手上喷上酒精消毒，这是学童进入游乐园 SOP 流程，接着馆长到场来视察防疫的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那也不要一直沉迷在手机跟电视。有时候可以出来走一走，那当然啊，今年比较特殊，那整个疫情啊大概都拉高，那实际上这么小的小朋友啊，经过去年这样一整年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防疫的公共卫生的一个经验哦。那这样的经验一定会影响他一辈子。那台湾的很多的公共防疫啊，实际上是要靠很多乡这个全民啊大家的合作。那像这么小的小朋友，这么小就接受到。这个国民教育的这个公共卫生，我想对台湾未来的发展绝对是正面的啊。那当然，在这个新冠肺炎时间呢、我们也希望小朋友也能够自己做好以外，也能够影响家长，那能够把口罩戴好，能够勤洗手，那我想这样才可以度过一个平安的年哈。那尤其过年人际的网络是最频繁的，那有很多海外回来台湾过年的，那南来北往，包括到景点去玩。那包括到庙里面去拜拜，所以口罩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这次在很多公共场合里面看到的，我们希望我们都看到戴口罩。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配合防疫，那这样一做一方面是可以让自己不至于染疫，那另外一方面也会让全世界看得起台湾，认为台湾人在整个防疫上，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民族。所以在这边，我们希望大家把它做好。馆长汪忠良表示，嘉义县各级学校全力投入防疫准备工作，并且强调学习场所防疫工作计划重要。各学处也督促各寒假游乐园应该做好万全的准备。就算讲南部目前也未有疫情，但是大家绝对袂当掉以轻心。各项卫教宣导一定对学童再三提醒，并且叮咛囡仔将这资讯早登去给家长，全家落实防疫，才会当。真正会阻绝病毒，保护囡仔，让囡仔欢欢喜喜的来学习。谢欣新闻就来新坡都市采访报道。孩子正在打造梦想，咱家己嘛咧为着咱下一代筑梦。咱的梦正在逐步踏实。科学园区、无人机产业、南靖公馆工业区和民雄航太园区，即马一定咧布点。我们打造农业品牌。走出新农业的路，这是咱家己的专业，就亲像囡仔要当大人同款。农工大县扭转丰年，祝大家梦想成真，新年快乐！大华高级教练机目前正由汉翔公司跟中科院积极的飞试以及分析数据。因为这样的一个无人机产业不只是国防的，它还涉及到民间，所以它可以带动所有这边产业聚落的发展，会变成未来嘉义的亮点产业。那我想，这个才是整个嘉义跟其他县市可以发展出不同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路线。我们县长期以来支援台湾的粮食生产，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我们嘉义县有一个新的发展，也就是将未来世代最重要的产业能够在这里落脚，在这里生根。